你们猜怎么着？这双鞋飞行员的，找飞行员借的。我就是发现了它，我如同发现了我的救命稻草，你知道吗？我发现了它，然后我穿上它跳前四手，我在想它怎么跳下来的。我今天应该看起来特别像滑手，因为我的个脚抬不起来，这巨重无比，你知道我抬不起来。然后对，我今天充满了自信。然后因为我虽然平时穿过很高的鞋，但我没有跳咱们换季前四首穿过这么高的鞋，而且在这个队伍里面就是穿过这么高的鞋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是有一种站上来开始，我突然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是平时可能呼吸是这样的空气。